何去执行它。请各位注意一下啊，如果你要执行它，像之前有同学就是，可能因为一直习惯是 sub， 所以他就想把游标放这边，一直按这个执行，然后就跳这个，有没有？他就问我说：“老师，这个为什么不能执行呢？”好，因为我刚刚特别强调，因为它是function，只有 sub 才是执行，好 ，sub 才是执行。那function怎么执行？记得哦，跟那个一样嘛，这边插入函数，使用者定义，从这边去执行哦。OK， 它不是去执行哦。OK 哦，所以之前有同学问，那就是观念不同哦。虽然都是 VBA， 但是他们的执行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。一个是按下去跑完就算了，不会告诉你结果；一个是他会跟你问答，请你告诉我你的三个条件是什么，我才能告诉你答案啊。OK， 这个是function 哦，但是如果你没有给我三个条，我怎么做出要没有不行哦，很抱歉。那这个是自己会去在上面抓，他就按照储存格的位置，在哪一列哪一栏，他抓到噗，全部帮你做完了，所以这两者当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啦，不过做法上面虽然结果也是一样啦，那你可以视情况斟酌。那不过呢，这刚刚的方式呢，有一个缺点，就是说呢，它必须要选三个，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一个范围，选三个，然后按确定，一样可以什么得到最后的结果，这样子，然后点两下一样啊 ，OK。那可是你会想说，这个到底怎么做出来？到底差异在哪里呢？首先第一个哈，我的名称把它叫做手机范围，或者叫手机函数范围，按确定。这个时候呢，请你选一个范围给他。那选的时候你会发现哦，他丢过来的东西是一个连续的范围，记得一定是一个连续范围。丢进来的话呢，它会是用阵列的方式呈现。那特别重要，在 VBA 里面，或者是在 Excel 里面哈，它的阵列，我想各位应该有用过了哈 ，Ctrl Shift 加 Enter 哈，它会是一个阵列。阵列的话呢，基本上就是一个连续的储存格范围了哈，然后会有有三个资料。那实际上它丢给我三个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必须要去解析它。那怎么解析哈？实际上呢，这个范围呢，在那个 VBA 里面的理解是这样，就是一定它是也是一个 range。那这个 range 里面的话呢，这个 range 里面呢，不跟工作表没关系哦。这个范围里面呢，一定会有只有一列，会有几栏呢？一、二、三，有三栏，对不对？所以基本上哈，它的观念呢，假设我今天丢给，就是把这个范围丢给一个变数叫 A 的阵列，就假设我这个东西丢给他，第一个储存格里面就是 A 哪一列，第一列哪一栏，第二栏啊不对，跟着第一栏对哈 ，OK， 取得电信业者嘛，第二个是什么 ？A 刮胡一第二栏，对不对？这个 A 刮胡一逗点三，一二三，哎，观念其实跟 sales 很像，先列再栏，可是 sales 指的是在这个工作表里面的位置，但是这个 A 指的是你指定的哦，那也就是这个一跟这个一完全没有关系，是在这个范围里面的哪一列啊哪一栏哦 ，OK， 但是观念是一致的，所以我们如果要改写的话，多一个这个概念而已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。首先第一个哈，请你把上面这个当然简单的复制一下啊，当然名称一定要改，所以我可以把它改成叫手机。范围好了哈，特别注意，因为 return 回来也一定要叫一样的名称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的话呢，范围，我假设我这边改一个手机范围，然后呢，这边的话呢，请你把 return 回来一定先改，好，这个最重要，因为如果你没改的话，它又漏接了，名称不一样，它不知道丢给谁。第二的话呢，就是把这个手机电信业者加一个范围，把这个有没有？本来会有三个。现在只有一个，但是问题你丢过来的话谁接？我习惯是丢给那个 A 等于什么呢？ A 去接一下、A 你帮我接一下哦，把电信业者丢过来的这个东西接起来，那它 A 就会是一个阵列了。那第一个，那我怎么去指向那个第一个呢？就是 A
刮弧一逗点一啊，然后后面的话呢就是第二个，对，所以 Ctrl C 把区码改成什么呢？改成二，第二栏，对不对？这个改成第三栏就可以了。那将来如果你有很多栏的话啦，反正就一直过去。那如果一直假设更多的话啦，你可以跑个回圈，不过这可能跑回圈不如写这样好了啦，因为我之前也是会在里面跑，比如说有十栏好了，我会跑一个一到十的回圈，可是我发现我写那个回圈发现同学没办法接受，后来我干脆写一到十好了，因为我跑再跑一个回圈，回圈里面又有回圈，同学就会有点直觉写就好了。如果你将来功力够的话，你就把它改写成回圈。可是后来我发现好像，也不用这样的因为对我们 OK， 可是对其他人就不 OK。所以后来我发现直觉的写法最好，反正你都可以看得懂就好了。除非说那个已经是超过这个十栏、二十栏，甚至不过这种机会我想非常少。OK， 而且你不可能没事一直选那么意思不太可能 ，OK 哈，所以这样应该就够了啦。我们来看一下最后做完，你这样 run 应该就没有问题了，范围然后就把它选起来 ，OK， 按确定，点两下，完成。当然，将来你可以向右可不可以向整个也可以啊。如果你要把它全部串在一起，你就选一个范围丢给它，它也可以接到。可是这个时候。可能像这么多应该就要用那个回圈来处理了，不然会太复杂。这个我想后面再来讲好了。OK， 好，那今天大概就是把那个两个这个范围跟那个这个，我想我再等一下再把函数两个字加上好了，因为这个没加我怕同学有问题。最后做完请各位注意一下你储存的话记得一定要另存新档。然后呢，启用巨集的活页簿，这个要把它加一下。OK， 好，把画面呢还给各位一下。那有关那个加上密码，还有就是变成争议集的话，我想后面再来看好了因为再讲下去可能太多了。